要哋啲職業病啊！去到邊度都欣賞人哋點樣整佢哋個電，點樣整個工，呢啲叫做職業病。哎呦呦！去阿Lu。仲唔可以放手？你做嘅嘢係精進，我哋要跟睇到人哋精進。我哋嗰啲咁嘅幾精啊，嗰啲人危險啊，所以好多人死人啊，老食屎啊，心啊屈跌一落嚟砸死人，頂！安全。咁啊，閪積嘅嘢。阿Lu去到，阿Lu去到澳洲都要睇啊工啊。工程都要有佢份嘅。係啦，梗係睇人哋啲閪積。阿Lu要跳飛機啊！咁我食天就一落啊！哇！幾靚啊喂！佢都上低射落嚟啊！係啊，你睇。見啦喂！落山。哇！邊度開眼啊喂？好靚啊！哇，好似 heaven 射落嚟咁啊！我哋喺呢個 shopping mall 上到嚟，上到嚟呢個最高樓睇。看完整個城市，不用去 Eiffel Tower 看咯，這個free的，這個 Eiffel Tower 上去要40多歐元，還要排很長的隊，這個free的爹地媽咪，沒那麼高啦，不過都 OK， 都看到free 的，上到來很多人看喔。Eiffel Tower， 阿Lu又美錄影俾仔女睇。